不过再舔啊。哎，好嘞。到天津布隆凑合的美食，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天津的捞面，这家也是开了非常多年了。我个人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可以让人吃饱吃好，然后价格又不是很贵，一起去看一下吧。到了啊。哎，不过再舔啊。哎，好嘞。弄完不要兜。辣吗，哥？辣的，辣的。这个给我多点辣的。现在三鲜的是18块一碗。没有这口走胖了啊。这是炸酱面。给我来一碗三鲜的。直接锅里煮熟的，挑出来不过凉水的，这叫锅挑啊。这是卤子。看见大虾仁，来点蒜，来点醋，都要。各种菜码，来看一下我这碗捞面呢、啊。我要的是一碗三鲜的打卤面，18块钱一碗，看这都冒尖了啊！上面都是菜码，胡萝卜丝儿，豆芽。黄豆，然后这个是糖醋面筋丝，这边还有辣子、白菜、香干，满满的一大碗了、啊，好久没吃了，赶紧来试一下啊！三鲜卤在底下，先给它拌一下，这太多了都不好拌了、啊，先给它拌匀了，先来块面筋了，酸甜口。特别的脆啊，来口面了啊，边拌边吃，它这个卤里面就是有面筋，那你看虾仁，还有鸡蛋、木耳什么的，三鲜卤嘛。吃面就是得这样大口吸溜才过瘾呢、啊。来拌蒜了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是不是？五花肉、木耳，哎，又一个虾仁。其实我真的挺爱吃那个天津的捞面的，然后天津捞面其实顶配，那肯定是喜面的，就是结婚的时候，天津人结婚的时候中午吃的那种捞面，那真的是没治了啊。但是像我那帮朋友同学什么的，该结婚的都结完了啊，那是可遇不可求了。然后像他们家是18块钱这个三鲜打卤面，他这个面卤菜嘛，全都是可以随便加的，吃不够。天津对，全是菜码。其实吃捞面就是吃菜码，菜码一定要丰富啊。然后他们家也开了很多年了，其实我来过好几次了。我个人觉得，真的他们家的捞面就是味道不错，然后这个价格的话，个人感觉也是相当可以的，管饱，就18块钱。随便添，什么都可以添，对，哇、哦，真的是相当给力啊！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，你觉得怎样？